KK， 还得是我舍琳娜有办法。24K 紧转跑广经验，这下亲爱的臭臭老板总不能再嫌弃我弄脏了院子吧？嗯，败家小老外，让你收拾院子，你给我用黄金铺地，你是真会给我败家啊！你不是嫌弃我开直升机回来过年，把院子搞乱了吗？还有，这次可没败家，这30吨金砖可是我这个月的奖金。亲爱的臭臭老板，你看这都能招出人来了，多干净！哎，你是真能作妖。罢了，随你开心吧，我去村头捡破烂了。哼，亲爱的臭臭老板又舍人家，看等哈，我不给你败家的。马上到村口了，这回估计那帮装批贩都在村头了，得慢点开。小红把音乐开到最大，窗户打开，老子得让他们看看谁才是大佬。坤哥最厉害了，人家好崇拜你的。嘿嘿，花了10000块租来过年的大奔驰就是牛批，不但骗的妹子投怀送抱，今年的逼王爷绝对非老子莫属。我去，谢广坤竟然开了辆大奔，他不是在大城市做搓澡工吗？怎么这么有钱了？哈哈，兄弟们，我回来了，晚上都到我家去喝酒。咦，方小凡家门口怎么没有车？这都腊月15了，那小子难道还没回来呢？哎呦，坤哥大奔都开上了，这是嫂子吧？真漂亮。不过坤哥你在大城市可能不知道，方小凡这家伙现在都沦落到捡破烂了，嘿嘿。当年坤哥喜欢的女神一直追求方小凡，要是他知道坤哥开奔驰回来，估计肠子都悔青了。这小子在捡破烂，这也太丢人了吧。方小凡啊，方小凡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，既然如此，可不能浪费了我租来的大奔驰，等你回来一定得踩踩你。还敢和谢哥抢女人，真是不知死活。谢哥，我还真想见见在这个家伙是不是3头6臂。呵呵，我和方小凡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，如果这2天他回来，大家帮我踩踩他，回头请大家去市里5星级搂一顿。咦，大家都回来过年了。哎呦，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。啧啧，方小凡，你这不会真的在捡破烂吧？哦，我啊，一点小爱好。然而听到方小凡的话后，众人却是一阵哄堂大笑。哈哈，你们听到他说什么没有？爱好，哈哈，我还很是头一次听到有人把穷说的这么理所当然。就是啊，方小凡，你是一点也不上进啊，看到没，坤哥现在连大奔驰都开上了，你就一点也不羞愧？谁说不是？不说坤哥，看看我们，虽然比不上坤哥，但雅阁、 A3、 锋兰达哪一个不是有车？你有啥？哈哈，他有垃圾袋。大家这是啥意思？我好像没招惹大家吧。你们够了，小凡不偷不抢，这是人家凭本事吃饭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还有谢广坤，你现在确实混得好了，但也不要欺负人吧。悠悠，二牛啊二牛，难怪你只能赶牛车呢，你和方小凡还真是一丘之貉啊。小凡，我们走吧，就因为上学时候谢广坤喜欢的人喜欢你，所以刚刚谢广坤说让我们帮着踩你。哎，这帮家伙恐怕也只有二牛一直憨厚老实了。二牛，你是不是傻叉？现在坤哥都开上奔驰了，你不巴结，你反过来向着一个捡破烂的，活该你穷一辈子。哎，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谁不知道二牛是个憨批啊？得了，别说哥哥有钱了不照顾你们两个穷批，诺，看到没，1000块钱，你们只要跪下来给我叫声爹，这1000块就是你们的了。坤子，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吧？坤子，方小凡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坤子也是你叫的，你得叫坤总，听到没？这可是1000块，看你这穷酸样，你一个月也赚不到1000块吧？今年的380怕是都交不起吧？啧啧，不像我，大奔驰 S350 都开上了，也不差这1800的。来吧，今天心情好，磕个头叫声爹，这就是你的了。坤哥就是坤哥，出手就是1000块，太大方了。奈斯，哈哈哈，不枉费我10000块一个月租来的奔驰，这感觉简直太爽了，哪怕连吃3个月的土也值得了。还一般一般，全村第3吧。等下带大家去兜一圈，体验体验坐奔驰的感觉。我们不稀罕你的臭钱。姐，你这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山猪吃不上细糠，这辈子你也买不起奔驰。呵呵，奔驰吗？这你可说错了，其实二牛已经有车了，而且还不是你这奔驰能比的。哈哈哈，你们听他说什么，说二牛这憨批有比大奔还贵的车，不会是在老牛屁股上画个宾利车标吧？就在众人一阵哄笑时，给地面铺好金砖的瑟琳娜走了出来。然而看着一身靓丽打扮，踩着滑轮天奴高定高跟鞋，美若天仙的瑟琳娜，谢广坤那双眼顿时就磨不动，一甩额前3撮毛，立马就想和瑟琳娜搭话。咦，亲爱的臭臭浪，哎呦，这怎么还有一位外国大美女？方小凡，这不会是你女朋友吧？这是我。哎呦，美女，不是哥说你，这就是你眼睛不好使了，你怎么能看上方小凡这损色呢？你看看，就这拎着个破垃圾袋有什么好，跟了他简直就是鲜花插牛粪啊。哎，我倒是想插，奈何牛粪不要啊。你这话说的就有些过了吧，还有你可能误会了。我误会？误会个屁，你现在都沦落到捡破烂了，说你是牛粪都抬举你了。看看哥们现在开着大奔驰，这才是真正的事业有成，就你电瓶车都骑不起吧？怎么样美女，要不要考虑考虑我？坤哥，那人家怎么办？哈哈，一起一起。讨厌了你，你好坏我好喜欢。考虑你，呵呵，要不你先装直点头发再说。该死，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哼，别着急，我再好好踩一踩方小凡，不愁你不投怀送抱。
美女，这就是你无知了，这叫聪明绝顶，只有有本事的人才会这样。行了，我可是开奔驰的，你确定不考虑一下？哎，挺好的人怎么就因为一辆奔驰就这么膨胀了呢？亲爱的抽抽老板，那辆奔驰可不是他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什么不是我的？不是我的难道还能是你的？呵呵，虽然不是我的，但却是我亲爱的抽抽老板的。哈哈哈，你说坤哥开回来的大奔驰是方小凡的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如果真是方小凡的，他怎么一脸懵逼的表情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亲爱的老板，你看那车牌号 WFXF86 吧，这是咱们方氏集团的车牌号。哈哈，你不会想说这首字母是方小凡缩写吧？哼，这样的车牌号多了，难道都是他方小凡的？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别说是大奔，怕是车钥匙他也买不起。这怎么这么多车钥匙？诺，自己看吧。